今日參加咁盛大嘅頒獎典禮咧，其實你個心情係好緊張啊。咁就今日都係著翻一啲比較尊重場合嘅服裝去見大家，所以都好開心。食飽好大喎。Sorry， 我陣間扣樓扣翻緊少少 ，sorry。講嘅男神粉戰呢個台灣嘅男神粉。哇！完全冇呢個諗法啊！咁今日就做翻好自己啦，咁同埋就今日嚟到呢個咁盛大嘅場面咧，就主要都係想學習下同埋即係見識下咁大嘅場面。有冇邊位嘅誒有啊，其實咁就係想見你嘅許廣浩，因為係啦，實在太吸引啦，咁所以就一陣如果見到應該就fans 上身咁樣啦。我都係即係做好自己先咯，係咯，即係自己都拍好自己嘅作品先。哇！咁我當然覺得許光漢係靚仔啲嘅，咁所以我就係咯，我不過自己都係 focus 喺自己嗰啲技能度先，咁所以就要努力學習。謝謝你，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